不好意思了，我们住你的房子还让你忙破费，阿姨今天做了一桌特色菜啊，你尝尝啊。阿姨啊，这个是姚总专门买来的三文鱼。哎呦，你还买三文鱼？你是喜欢清蒸还是红烧啊？麦叔，这个鱼呢最好是生吃。哦，我听说过的生吃啊。哎呀，是听吧，肯定是听说过了生吃。我是关键我是不吃生的东西，我都怕它有细菌啊。阿姨你放心，这是空运的新西兰帝王鲑，最纯净的水域里捞出来的，吃了绝对没问题，你放心吃。再纯净它也难免有细菌，它毕竟是生的嘛啊。你看哪有我们这个好啊，烧熟的，你看红烧的，还带点辣的，各种料，你看臭鳜鱼，臭鳜鱼传统工艺啊，这可是舌尖上的中国呀。哎呀，这个是，哎呀，是听说过那个，但哎呀，这种腌制的又或者说发酵很久的东西油还是要少吃，长期吃对身体不好，容易致癌。还致癌呢？哎呦，这么多癌呀、啊！我吃了几十年的，好好的，你看，老麦跟着我也吃了几十年了，好吃吧？没问题的，啊，没问题，刚刚刚的。哎，小妖，你肯定没吃过啊？嗯，好香啊！哎，给你加一块啊，你尝一尝。哎呀，闻的臭，吃的香，来尝尝。那放着吧，阿姨。放着。你一定要吃啊！好吃，啊，传统工艺啊！哎呀。阿姨，尝一下生鱼片。我来哦啊，谢谢啊！哎呀，这个、哎、呀我也尝过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吃这个，尝尝。你也尝一尝，你也尝尝。